香港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伊拢会签一张终身契。终身契对，只要你是东港人，你辛苦劳着东港人的血脉，你就一定爱签这张终身契，而且这一个已经流传了百年的时间。啊、哦，这我知啊，就像咱的班头啊、瑞书啊，跟咱的旧班，因拢嘛是代代相传。袂歹哦，你有 sense。我有做功课，但是我跟你讲。有一个植物，伊甲人特别无共款，伊三年才轮一摆，而且每一个人对伊非常非常的尊敬。哦，伊哦身穿黄袍，非常的亮眼。黄袍，而且他的办公室绵延了100公尺长。100公尺长？无可能吧？大家都嘛是一视同仁，哪有伊特别无共啦？我你讲，你看，来啊，因即摆拄咧请示，等你看了就知道。对对对。时间转来到请水的前三天，规个东港吼早就已经掀开迎王祭典的序幕，也安排吼讲到与众不同的职务啊，以及神桥上的神秘神明又搁是多一位嘞，赶紧的跟着桥班来去一探究竟。我们现在跟着那个丁永杰的桥班，对，你嘛恭请着咱这个不同人嘛，对，咱这个桥顶的神明，对。因为咱即摆也毋知伊是啥物人，对，阿伯阿对，阿伯都忘掉诶。但是咱知影讲，咱即摆要后一站啦。对。现在就是安尼，一站，所以呢，咱即摆去后一个所在，嘛是要来恭请咱诶神明。坐着神轿来到后一站，看到出来迎接的竟然是大总理。原来啊，就是这个神秘职务的主角。那呢，大总理跟文虎千岁之间啊，又有什么款关系呢？上轿啊！即马拢甲神明请落来啊！啊，哪会来请来遮？啊，我即个大总理，王爷咧在关心一下，王爷正常啦。哦。遮算讲是你的公司就对啊。对。所以咱这位是文王爷，啊，另外请的这位是。伊是迄个东港七角头，顶杨家进进水宫，伊算是我的那主公金武千岁。哦。就是咱今仔日看迄顶新桥迄顶悬起来金木天水。对。是讲，这敢是你做大总理以来，算讲咱五木天水甲金木天水，安尼同时阵来咱公司遮看过。嘿啊。一届。迄落郑世贤甲进算囡仔头一届啦。哇，郑世贤甲进头一届，安尼你唔都足欢喜？介欢喜，真正介欢喜啦！阮王阿公甲金木天水，感觉介欢喜啦。欢喜真正甲咱的老师。登记听他们。是安怎讲伊登记？系啊。啊，其实咱抄得起啦。对。字嘛都无改一个。哇，真的是看得出来说，咱的吴东雅真正是有哪做照顾咱家、担当咱家的母亲。我妈妈爱我读书啦，拜六计欢喜啊，拜伊就爱头壳疼，肚疼。出来啊，拄着电波啦、风台啦，就往外讲啊，妈祖婆帮忙一下，平安顺遂。
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啥物代我来来报备啦。啊，伊交代代志，啊，代志要哪做，要哪做，要哪。哦，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当时要搭大船去搭，啊，啥物今年年年哦，要做一个连挂了三杯，啊，你交代有，你爱是爱相连爱相逢，啊，甲阮有一下海产。哦，你定来看啦，看什么物件，你就看得知影，看就知影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的大总、你大伯安怎设置，拢爱逐项甲王爷公问哦。这是正确，伊交代代志一定照做。啊，不过我你听听的，代表讲咱的大总、你大有一寡巧思是咱爱去现场看才会知影咧。哦，安尼我等下对。我有交代解释啊。安尼我较等下对你来大总、你大，你爱一项一项甲我介绍。啊，佮有这王妹，而且你看大家人排到热热等，大家人拢非常的诚心呢。对啊，今仔日都还袂开始请水嘞，你就安尼。我今仔是吼，从东一段今仔凤爷安坐啦，是啊，安坐时间哦，伊两位两个两只红虾会兼开灯啦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开灯的成果吼，互大家。哦，人咧讲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，这吼就爱甲大家人分享。哇，安尼我开始期待安尼、欸。大总理，你下晡唔是讲咱大总理大有龙啊，也有风啊，你带我来看卖好无？明仔载到。安怎讲咧？物件海产介济，明仔载看到你阿家在做。哈？哇，大总理大，什么拢遮济都对啊啦。啊、学姐，安尼好，咱明仔载较早来看。我明仔载要来找你报道。来，咱关心一下。好、哦、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感谢大总理。谢谢啦，感谢。请水仪式的前三天啊，大总理同个王爷安坐就已经是闹得滚滚了，更加予人期待吼，大总理口中有告的凉风总理艺术啊，会有甚么款的看头？